姐，今天的餐还满意吗？餐 OK， 你？惨案是发生在我高中要考大学联考的时候，我去一家某补习班报名那种考前冲刺班，30天左右的，然后就我就走到柜台的时候，突然一个男生从我斜后方进来，缓缓地飘进来，说：“同学，你要报冲刺班 A 班啊？哎，他们课程安排得很不错哦，而且我看那老师也蛮好的。那考前30天我们就一起度过啦。”座位可以换你旁边吗？好烂，就是这种搭讪。小姐，我可以给你拍一张吗？拍一张就好了嘛。言辞不是重点，也不是台客，就是穿花衬衫这种，然后夹脚拖鞋。